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名人钟表珠宝》。今日为大家介绍呢款伯达翡丽腕表，手表型号5172G， 表直径41mm， 全白金打造，防水深度30米，一款蓝色嘅表面计时码表，非常受欢迎。由佢之前嗰一代5170G 嘅白色面。那一代亦都深受大众的喜爱，它的表面复刻的设计亦都仿效了前身。蓝色的表面配有计时功能，表面最外圈刻上车速刻度，可以清晰看到里面的机芯运作。然之伯达翡丽的做工亦都到了这个极致的境界。而呢一代5172G 比上一款最大分別嘅就係佢嘅直徑啦，咁呢一款就41mm， 咁啊之前嗰一代咧就39mm 嘅，而佢嘅計時按鈕亦都用咗呢個圓形，而之前嗰一代係用方形嘅，表面嘅數字亦都用上夜光塗層。如果大家中意嘅，不妨考慮呢一款5172G。今日介绍完毕，多谢收睇。好，上面有我的 WhatsApp 和微信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微信我的。